这一首歌继告白之后，一连串的呢，是没错。好，这首歌如果等一下同学有会唱，好甜蜜的感觉啊。对，可以跟我一起唱这一首歌。然后我觉得这首歌其实也可以，就是毕业的时候送给你们自己的班导师了。对啊，送给老师嘞，老师我爱你，你爱的教育类似这一类的，好不好？没错。好了，我们来这首谢和弦的歌曲。是。感谢你爱我。谢谢。谢谢你爱我。